崔宇植和金多美主演的《那年我们的夏天》近日播出大结局，创下该剧最高收视。近日崔宇植的所属社也公开了拍摄最后一天的花絮，当年好友郑有美惊喜现身，全身包得紧紧的，并将额头遮住，但崔宇植一眼就认出来，两人还以拳头问候，郑有美笑说赶快去亲亲。后来崔宇植还贴心的帮有美戴上耳罩，但因为太冷又反悔拿回来，果然是至亲姐弟。有美一直待到拍摄结束，崔宇植看到说 Luna 你一直等到现在吗？最后两人一起合照，感情真的非常好呢。